乔治王子最呆萌的瞬间，张张萌翻你，太可爱了。凯特王妃和萌娃乔治王子的合影，小王子肉嘟嘟的脸颊，呆萌的小模样，不愧是英国王室行走的表情包。他或许是腼腆的，也有调皮的一面，会在凯特王妃做蛋糕时捣乱，喜欢吃意大利面。英国威廉王子和萌娃乔治王子的温馨照，小王子大多是乡巴佬表情包，眼神分分钟嫌隙到你哭。但是这张老照片，呆萌可爱的瞬间，萌翻众人。乔治小王子四岁生日照，身穿条纹衬衫，灿烂的笑容，萌萌哒，简直萌翻众人。此外，小王子一出生集万千宠爱于一身，妈妈是凯特王妃，爸爸是英国威廉王子。凯特王妃与萌娃乔治王子、夏洛特公主的悠闲时光，小王子动静皆宜，小公主活泼好动，好在都乖，凯特带起来不算吃力。不过对于夏洛特公主来说，有哥哥真好，而且还是个帅哥哥。乔治王子一年级开学要修数学、英语、法语、科学、历史、地理、计算机、戏剧、艺术、体操、游泳、击剑、高尔夫、陶艺、芭蕾等十余种科目。对于萌萌哒的小王子，虽然课业众多，可欲戴皇冠必承其重，小编内心里还是希望乡巴佬小王子可以快乐的成长。祝奇闻解密原创文章未经允许不得转载，图片来源互联网，版权归属作者。